开始直播哦。哦，是不是很难得这个时间直播呢？对，先请大家分享，请大家分享我们来自星星的事的粉专，然后很多好康的或者是好玩的可以从里面发现哦。对，今天呢我们在一个这个废弃的山区，应该说山区要去找一间废弃的老宅。然后为什么会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开直播呢？因为待会我们执行的任务和大家有关。是的，那么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呢？先了解一下目前上线人数大概几个人。99。哦，你要等161。哦，184。哦，202。哎呦，222。哦，240。哦，我现在一直熬到1000。281，就开始掉。对，306。306可以了啦，可以可以。就是呢，现在呢，大家看我们直播，先拜托拜托，帮我们先分享分享。对，因为呢，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拉票的动作。是，待会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任务是要去执行，和你有关。对，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由这个我们的票数来决定谁去执行任务。等一下会再开一次直播，然后你是双直播。你们各自开，然后谁的人数多，谁就不用做任务。哦，等一下我们会各自开直播。是的，然后你开，我也开，我们两个同时开，谁的这个观看人数比较多的话，他就不用执行任务。对，所以大家待会的时候就可以来看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拜托看我的直播，是不是？我很久没开直播了，你也很久没有做任务了。我靠，所以大家非常期待真真。今天要执行什么任务？做任务。上次我全雷打的，上次是我全雷打，不好意思，是全雷打。对啊，是他、哦，是你，我都忘了呢。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真正执行任务的话，就是来看我的直播。如果大家想看一审执行任务的话，就来看我的直播。对，就是来冲我的这个直播的人数。你们忍心让一个柔弱的女子？你不柔弱啊，你不是80公斤吗？没有，我现在74，健身有成。所以呢，拜托。这个地方真的很恐怖，希望大家来看我的直播，不要让我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来执行任务。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个人的体质是比较属阴的。哦。如果我万一在今天的这个出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大家以后就看不到我嘞，你们忍心吗？人少的做，人少的做，所以你们想要不要他做任务，你就看对看他的，要看对家的。不是，如果你要看。你看医生的就表示你希望医生不要做任务，对，你看我的就代表不要让我做任务，就是来看我的直播保我平安就对了。嗯，你体质属阴，我体质属你，好浪漫哦。所以要来看我的直播就有这么多有趣的画面哦。他说很多人说你今天穿得很美哦，所以要多来看我直播啊。这是我们的淘宝贴，没错，鬼月快到了，今天待会再过几个小时，11点的时辰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鬼门开了，今年的鬼门开了。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刚好在鬼门开的日子出外景，好像有点可怕。这个巧合也蛮巧，比巧克力还巧，超巧。好了，我们希望预计，我可以在9点以前收工。不可能。好，所以大家锁定我们来自星星的事的粉专，然后赶快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也一起来帮我们投票。对，拜托大家来看我的直播。好，那待会就锁定，我们等一下会再开直播。对，然后待会就帮我们看票数。谢谢，拜拜，拜拜大家喽，拜拜。